那大妈，您跟大爷当时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自己自由恋爱。哎呦，那个老街坊。哦，属于老街坊那种。从小就认识。啊，从小就认识。我那个什么，哎，见面人？没有见面人，我们那会儿都什么偷着搞对象，家里都不同意。还说得好，大爷怎么给您追到手的？大妈，您这么能说。嗨。我这人怎么？他这人就实实在在的，就是性格好，脾气好，手巧，什么都会。那个刨出生孩子不会，剩下他都会。那真棒啊！一看年轻时候多才多艺，做活弄什么的，孩子那个小棉裤、小棉袄，都是自己裁自己做。哎呦，人家他能儿着呢，就是有一样太老实，太老实的人。过去呀，咱们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人，比较吃香了。是。现在你太老实的，你就是个窝囊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行了。哎，因为你要嘴不行，脑子要聪明，这儿肯定行。我脑子不聪明，但是我这儿就是天生的爱说。你要说真让我说那个。什么那个好的词语呀，或者什么，我那玩意儿我说不上来，就是我文化也低，我才初中生。哎呦，那您那会儿我初三毕业，稀里糊涂五年级跳到六年级去了。那会儿没有六年级，不是五年级就直接往上跳，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六年级直接上了就完了。是。是，您讲真棒。我这个就是说什么呀，前言不搭后语，要是说要是剪什么呀，哎呀，那废话带铃铛呢，那个别忘放。您说这最好别露我这脸，都让人家单位的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个我您说的很好。介绍介绍老年的生活，真是。但是大爷，这真是您得多保重，大爷。因为我们呀，家也住这边，到时候我还得经常跟您聊天呢。啊，跟您一聊天，我们挺高兴。现在咱得感谢党，感谢政府给咱们这退休金，一年一年比一年的好生活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就好好活着。对。想开了就完了。想开了。我有时候劝他，哎，让他想开了。虽然咱得了这病了，咱们自己要心情宽广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哎，要活得潇洒一点儿。上外头啊，该吃该喝，上外头那个溜溜弯，逛逛公园，多美好的生活呀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嗯，是挺好的，开挺好，啊，现在也好，也。现在啊，这个医疗也先进，对，医疗也先进了，好多还都给你报销。是，国家那么好的政策，多好，你还不好好活着，得感谢党，感谢国家的。没错，真的，是，咱这是心里话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过去咱有那个唠叨吧，嘴里头，但是咱现在好生活了，咱得往前看。党和国家那么照顾咱们，是不是每年给你涨工资，你不知足哪行啊？得知足，知足者常乐。没错，您说的棒。真是碰见我这一二百五。挺好，我们听您说就真高兴。哎呦，那大爷大妈真是祝您身体健康，多保重。行。